退休天堂，寻找理想的退休目的地。这个系列主题将探索全球各种理想的退休目的地，包括热门地点如佛罗里达州、加利福尼亚州，以及一些更为隐秘的地方，如南美洲的厄瓜多尔或亚洲的泰国。每场讲座都会重点介绍一个目的地的特色、生活成本、医疗保健、社区环境等。第一站，佛罗里达奥兰多。主讲嘉宾张晓波，资深房地产专家，具有十年在中国高校的丰富教职背景，现就职于奥兰多二十一世纪房地产公司，七年来连续荣登公司 TOP 三销售经纪人之列，亲自管理几十套长短租投资房，熟悉奥兰多各个区域的市场及投资回报率，掌握最前沿的市场动向。时间：周六，4月6号，6点 PM 美加西，9点 AM 周日上午北京。